简主播、小红主播这一趟这一段行程完全没有嗨，因为他整个沉醉在里面，他好有气质。哎，你要破功吗？不好意思。哦，好美啊！女孩主播在开上坡，事业也一路的高峰。可以看前面吗？你给我看窗外，我想。蔡依林一样来冰岛呢，就是一套玩到底，行李都带着没有来。还有一个地方实在是太冷，来看火锅中包的水平，因为原本好像是可以绕到后面去，但现在你看，很可惜，就是因为他这边写个 close， 否则就是可以绕进去，然后应该可以从他后面绕出来。但你看，眼前这一块雪地实在是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所以紧绷就在这里看。现在我们走到最里面，风大到，哇！你看到这个水汽，哇！看过来，力道也太猛了吧！开跳哦，不要停哈，不要停！来，谢谢，乖，不要停。谢谢大家。金小豪，赶快往左边看，你的左边，你的左边。啊，这是什么沙尘暴吗？天啊，这就是冰岛开车季吗？这风很大，这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被冰岛的太阳骗。你看这是什么？风沙。所以如果你要来冰岛租车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有个险你一定要买，叫做挡风玻璃险，因为它可能会被碎石给打破，这个很重要。冰岛太阳是全世界最骗人的地方。我看你没有穿很多啊，你就穿这样子而已。没有，你看这些姐姐们身上感觉好像没什么，对不对？打开他们的背后，都是暖暖包。在骗人。那你都没有用暖暖包吗？我没有，因为我有你们的爱心，都暖了。对不起。哎，我刚刚看到冰岛的房子都长得好可爱哦。漂亮，漂亮。然后童话世界。哦，这个很像很像。哎呦，你看这个风飞沙，这知道冰岛的风有多大，很像那个电影那个。看到了。哇塞，你后面全部都是蒙的。我们历经了沙漠之后，现在来到了天堂。到的是彩虹瀑布，幸运的这个瀑布非常好进来，因为它距离停车场非常近，然后走进来就好了。而且这个地方是电影的场景，像那个什么《雷神二》哦，对，就来这边拍。各位有看到彩虹吗？在这里有没有？这边好清楚哦。你看看彩虹瀑布有多有名，有名到有人来这边拍婚纱，很酷吧？姐，真的很冷，所以里面新娘子还有穿卫生裤。祝福你们在彩虹的见证之下幸福哦！这个地方是最靠近瀑布的地方了，我走到最里面，我看到彩虹吗？有哈，那这个彩虹就比较淡一点。想一想，如果这时候有人站在这底下练功，这是个什么样的结果？这让你想到什么？我死了，初恋。逃げるな、野口千恵。You we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。浪漫呢，好美。有啊，这个是一样的。彩虹瀑布越靠近待越久的结果就是。每个人都结冰，结冰了，结冰了！你看，都结冰了。这是一
哎，很完整。哎，很认真打球在运球。可能是吧。我的帽子全都结冰了，因为，哇，超硬的，我像张刮鳞片，有没有？刮鱼鳞片一样，赶紧还能上船，冷爆了。观光必来景点黑沙滩，现在我们在黑沙滩。为什么叫黑沙滩呢？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沙滩有没有全都是黑的，是因为火山岩造成的。后面这个你看到这种节理的玄武岩也是这边著名的景点，然后很多人都会排在这边排排站拍照，很漂亮。虽然叫做海，但这边的海很可怕，随便一个浪来，三步五指就有浪来，然后那个卷得很高很高，所以不要太靠近，不要太靠近。那我现在拍给你看就，我就看，看，哇！据说啦，这边浪大的时候可以来到大概就是台风等级，有没有？平常的时候风大一点的话就会两三米，但至少我今天这个的话，一辆车的高度，一辆车的高度，哦，嗨哦，气势很凶哦，来看哦，呜，但这一片黑沙滩，我觉得在阳光下反照过来很美。黑沙滩旁边另外一个著名的拍照景点就是玄武岩，远远看像那种叫教堂式，有没有？介绍来，然后大家喜欢在上面。来到了维克镇，我们现在去商场买东西，门口就是冰岛的国民衣 Iceway， 他们的羊毛制品，看到没有？它不是羊毛。我们冰岛行第一次来到餐厅吃大餐，我们点了什么？小丽，来，这个是据说是他们传统的 羊肉汤、羊杂汤那一类的。啊，这个是主厨，不是那个小姐特别推荐说他们的羊排非常好吃。哦，我刚刚在那边闻到已经香到一个不行了，很香， okay， 真的很香，真的很香。我要赶快吃。好，来，你点了一个汉堡，对，是他们的经典汉堡，这是 fish and chips。那可是我通常吃到 的，不管是在英国吃还是在美国吃，它没有这么深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 deep fry。我想要等一下看看是什么味道。好哦，请问你是要敲某一种钟吗？不是，我突然看到，我以为。屌打脸，就是大概是个感觉吧。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形象？讲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番茄酱，这是挤牛奶的吧 ？Oh my god！ 看不到他脸。哦哦哦！不要射到我的脸，拜托。哎呦！有种乡村 feel 哎，真的在挤奶哎。天哪！哎，台湾从来没有过哎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你马上去挂红探听啊！你实在是。哦，这个哎。你还晓得要停哈？这个这触感真的很好，会上瘾，真的会上瘾，真的会。耶、yeah, ，给到，辛苦大家了。来到他们的超市，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类似蜂蜜蛋糕。哦，好硬哦，这是巧克力，有核桃、核仁，但是外面好硬，我以为是软的。哇，好硬哦，是当地的吧？啊什么？哦，好轻哦，好轻。然后这个是蛋糕。哦，喜欢 yogurt 的看过来，整排都是 yogurt 鲜奶。这边满满的鸡蛋，完全不缺鸡蛋。眼前这个长得很像牙膏，你知道什么吗？是鱼子酱，超便宜嘞，490块、429块跟360块。命君看起来。
有点无聊。我觉得他们很爱吃 chicken 的吧，我上次也是 chicken。对，我觉得还是我们的感觉比较好吃。发现了什么？可口可乐什么东西？莱姆口味的 ，OK。可口可乐从来没有莱姆口味过，在台湾应该没有吧？青笋口味。哎呦，期待下一个什么芦笋汁口味，才符合台湾人的美。买什么是什么哈，大家用猜的。你确定你买的是 yogurt 吗？不是啊，我都乱包，我在看包装了。放下面，我这个就是外貌协会，外貌协会。我先看一下你多帅了，又被自己吓到一次。不行，因为冰岛大部分都是刷卡的居多，所以你在出国之前一定要跟你的信用卡银行申请所谓的 PIN 码，就是预约现金密码四码。食物来了，食物来了。型男大主厨啊，不是我说错了。我现在是那个 Foodpanda Uber Eats。来看一下我们惊人的后座，还好这辆车够大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哦。一进来就是采买采买采买，我必须要讲的是，还有我的行李还没来，就已经先爆了。等我的行李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，大家都一直很关心我行李到底来没有。我原本打算跟差旅一样挑战，给套完到底，但这已经第三天。好了，感谢大家关心，噔噔噔。我的行李回来了，感谢他。而且我觉得在冰岛的服务非常好，你不用到机场去拿你的行李，因为他会随你到哪一站住哪里，他就拖到那边去。所以我在冰岛流浪了第四天之后，我的行李回归了。感谢大家，期待我的。